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4日，这里是凯秀。然后今天会来一些评级纸币和评级卡牌，一共是这么多。然后这两家是纸币和卡牌是属于一个集团的，属于 CCG 集团的。然后这是 PMG 的纸币，在业内是排第一的，认可度是非常高的。然后这都是8印尼的纸币，然后后面也都是8，都是正流连号的，价格并不是很贵。然后我们再说一下，这个是 CGC 卡牌，今天回来将近300枚，还有挺多还没有回来。CGC 的平均费还是比较优惠的，目前是85元一枚。盒子非常精美，然后他看一下他们的包装，他们的包装就是每一个都是分开的，就是没有破损。因为我送美国的 PNC， 他们都是每一个都是挨着的，回来的角呢都是有内裂。因为他们的盒子指令非常厚，透明度清晰度也非常高，然后平均费的价格也不是很贵。目前 TCG 方面是在业内是排第二的，仅次于 PNC。 然后这是有两个大咖，一个是日版的宝可梦黄昏莉莉爱，这是给了顶级的分数金石，这个是非常难得的。然后另一个是简中的宝可梦牛头人，这个也是金石，当时的一枚罗卡的价格就是在6万人民币， PNC 时最贵的拍到是6万人民币，目前是跌了，价格也是跌了一半多，但是这个金石也是比较难得的。目前 PNC 时这个卡有85枚，然后这个是简中 CTC 金石，估计就这一枚吧，后续可能会多，因为 CTC 是刚推出来的这种新标，送评的数量并不是很多。然后需要送评的可以联系我，我们这边平均费都是非常便宜的，就一直代送这些纸币机制币。然后现在增加了卡牌业务，需要送评的可以联系我， PNC 也可以送，只是送 PNC 上海，只是送 PNC 美国，然后还有 BGS， 我们都是可以送的，效率也非常高，来回的时间正常就是14天以内就可以一个来回，然后其他的就是评级的时间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到这里。